作家川端康成在《雪国》中描述，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，夜空下一片白茫茫，火车在信号所前面停了下来。这是他在1934年所发表的《雪国》一书，以汤泽挺为背景创作，而雪国指的就是越后汤泽，也因为这本书籍打开了这个地方的名声。越后汤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，是一个山中的小城镇，被群山环绕，附近也有十几座滑雪场，加上临近东京，也是很多人喜欢来的地方。还记得刚踏出车站，当雪花映入眼帘时，心里忽然有一阵感动，一条隧道贯穿了两个世界，就好像是穿越了一样。